哦，无闲几工啊，即阵会使小可休困一下。伫遮有精彩暗时新闻，主题分享，予你上轻松的暗头啊时间，请收听每天下晡六点半到七点的暗时报报。锵咚咚咚锵咚咚咚咚咚咚咚锵！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欢迎收听每天暗时六点半进行到七点的暗时播报。我是朱启林啊，秋哇！今天是1月21号，星期六，也是我们的除夕夜。那伫咧过年期间呢，吼，咱的渔业广播电台诶播送诶哦，一系列即个新春特别节目啦吼，今朝啊秋诶就叫做。新春爆爆爆给你吐啦吼，这就是阿秋的特别节目的名称啦吼，实在有够丑陋的啦吼。好，那么呢也不会再按照惯例啦来讲这个对应的主题啦吼，亲像今天礼拜啦本来要讲花露桂花嘛吼，但是因为是特别节目的关系，所以歌曲的部分呢较多一点啦吼。亲像顶届啊，秋咧祝贺喜公生日安尼啦吼，难得开金口唱歌咧。那这几天呢，感觉回响还不错，所以呢，哦，阿秋的伫这节目内底放较侪歌的吼，予恁大家欣赏。哎，这歌是阿秋家己唱的吼。其实阿秋啊，伫咧较未来戏讲进前啊，都有踮咧别个电台，然后还是民营电台，然后阿嘛有家己咧做这种叫做网稿，啊，或者讲卡通影片这种动画的中文翻唱啦，就是伊本来是唱日语歌，啊，或者是讲伊本来唱英语歌，啊，拢无互人翻译做中文的华语安尼吼，啊，我就安尼私底下甲伊填歌词的地方吼，填咱咧中文歌词的地方，啊，中文翻唱啊，欸结果呢，po到网络上去，这个回响还不错嘞，那个点阅率，哎，破千破万的嘞。阿秋实在觉得，嗯，哦，一个点阅惊醒我梦中人，吓得我屁滚尿流失了魂，所以呢，也是非常感动了，哎，蛮惊讶的，竟然有那么多人在听我唱这个中文翻唱的歌哦。所以呢，阿秋呢，等下就会刷落来给大家分享到阿秋家己自填自唱的歌曲啦。那这些呢，都是来自我们的卡通影片里面的歌曲，本来都是外文歌啊。这本来就是做兴趣安尼，好耍好耍尔啦。啊，做来做来嘛，一挂心得嘛出来啊。那难得在这些特别的那农历新年的日子呢，吼，阿秋这边也毫无遮掩的敞开心胸来跟大家分享了哦。那也来聊聊天。来分享自己在声音领域上面有哪些的技巧了，还有突破了哈。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沉浸在这些声音的魅力里面哦。好，那么呢，就先别说话了，我们来欣赏阿秋的其中一首歌曲，这是改编自阿秋的童年，有一出版稿叫做《魔法咪噜咪噜》哦，它有四个季哦。第一季、第二季、第三季、第四季，那第一季呢，其实就是在讲说，哎，有这个学生啊，哦，暗恋同学，然后呢，出现了奇妙的魔法精灵哦，那会跟在自己的身边，替自己的主人完成心愿这样的故事哦。那第二季呢，也有这个主人可以变化成精灵的这个故事桥段，那拿着他们的道具呢，麦克风。还有这些施魔法的，这什么沙林啦、啊、灵鼓啦，哦，还有三角铁，还有小鼓之类的，有的没的乐器都变成那个施魔法的道具了哈，非常的这个可爱啦。这个作者也是蛮厉害的。啊，第三季的呢，就出现那个外星人章鱼啊，机器章鱼，那这个就是有点考验人心的本质的这个主题。第四季就完全是恋爱的主题了，因为他们长大了，那心智呢，各心森林方面都比较成熟了啦，那也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啦，不管是找伴侣这方面啦，还是说长大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职业啦，怎么样的人物啦之类的，他们都比较进阶了一点点。那虽然说有点早熟啦，不过了，这就是日本动漫的这个风格啦。
好，那么呢，咱先来听《魔法咪咪咪》第一季的主题曲，叫做《Pretty Cake Magic》，中文翻译就是漂亮的蛋糕魔法啦。啊，那先来听原本的原版的吼，第一歌啦。啊，来啊来欣赏着，阿秋是安怎个改作中文翻唱的咧？而且阿秋是自编自唱哦。哦，啊，麻烦迎大家。这起来评论了吼，阿秋滴的阵卡起来甲阿秋，指教一下安尼。好，先来听原版。看就是安尼，遐尼啊活泼啦，所以阿秋咧实在是足喜欢的，还会甲想要改成中文翻唱啦。有当时啊咧，哦，虽然我们不懂日语啦，可是我们会哼他们的旋律啊，他们的歌啦，啊，这个朗朗上口。那在骑车的时候想哼怎么办呢？那你那你那你没你那那那你，这样子也不是办法。所以阿秋就想着一个办法，把它改成中文歌怎么样呢？也是不错的嘞。那么大家就来听看麦，有好听不？那会不会朗朗上口呢？有当时阿秋在骑车时，我家己在咧哼，家己在唱嘞。哦，自己唱自己的歌，实在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。好了，来欣赏。咪噜咪噜咪噜，得不？
酸甜甜柠檬的滋味，就像与你邂逅的感觉，怎会突然发现有精灵冒出来，我们俩四眼相对，每次看到你不敢面对，像提拉米苏一样腼腆，有一点点苦苦黏黏松松软软，这搭配真奇妙，真的像在你心头上放上我的心，像颗草莓的心，让你捧在手里最珍贵。棒棒棒棒棒！变色阿胶囊让一天变成一世的魔法，让每个人都笑嘻嘻。要有活力，有勇气，有爱心，才能够变得更美丽。有善良，还有乐于助人的心。努力上进，你会更值得人生气。亲爱的，神奇的爱情，甜甜幸福啊！请你为我的爱来打气。各就各位，预备！呵，基隆三个渔港一马当先。共聊报万里蟹，新八七欢迎令这回来吃上青的海味。桃园渔港双雄蓄势待发，动算新竹的两个渔港也准备好了，动算到底向前行，苗栗的渔港一定赢，动算五彩渔港是咱台中人的骄傲，动算欢迎来中华王宫欣赏渔火甲飞旋的灯塔。人阮分林保阿寮渔港的乌鱼子上好食。嘉义东石咸皮鹅啊，上盖甜。台南的安平渔港甲将军渔港，拢总真好耍。咱高雄有七个渔港，拢是佚佗的好所在。冰冻的乌多罗，阮三四面上盖着味。来来来，来宜兰会使看海岸甲白马祖哦。花莲渔港不落人后，冲啊！动算，你哪来台东？绝对爱来看啊！看什么？看阮标记鱼。台澎金马是一体，这次离岛不缺席。动算，动算。一月数两千控制在几年，金剑渔港票选活动正式开跑。即日开始到一百十二年四月三十号为止，一个人一天会当到五票。每个月要有抽奖的活动，投入多得奖的机会就越高哦。全国选出四十个渔港，你最爱对一个，赶紧来投票。详情请上渔业署脸书粉丝专页查询。大家好，我是龙一辉副主任委员吴金城，好运来，歹运去。新的一年是兔年，祝福咱各位农渔民朋友新年加好运，年年好，年年富，年年春。欢迎收听渔业广播电台 AM 七三八一一四三，宜兰一五九三千赫。海有咱的恩妈
春夏秋冬，咱是一家人。台湾有山海港，大家拢平安。农业有四季红，抓鱼快乐出棒。做事人不惊吹风，讨海人不惊流汗。地有咱的寄托，海有咱的愿望。喜悦广播电台，大家来做伴。收听雨广上盖轻松，咱的土地满满的温暖，咱的大海满满的希望。喜悦广播电台是你永远的陪伴。喜悦广播电台 AM 七三八一四三，依然一五九三，收听雨广上盖轻松。哦，欢迎回来暗喜宝宝。哇，今天呢是特别的一天，除夕夜耶。哇，你看突然听这个阿秋秋的歌曲，是不是感觉诶，其实我声音还蛮清脆响亮的。啊，现在哪必然呢，因为人台湾台收罪，现在变成那什么十二岁的查甫仔当无完全。这是跟我说的啊，中华陈先生跟我说的嘛，实在是有一点哦，所以呢，有时候也是要让这个声音稍微稍作休息一下啦哈。好啦，那么呢，那明天呢，阿秋一样会跟大家分享阿秋所做的这些音乐作品，让大家呢一边团圆的时候也可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，尤其是我们卡通的歌曲都比较轻快齁，那有些呢也比较温柔，是适合这个全家大小哦，男女老少，老老小小啦齁，幼稚园的小朋友也可以听的啦，这个是普遍级的。所以呢哦，那个全家听得开心又安心啊。那阿秋咧在这边也祝福大家除夕夜快乐啦，团圆饭要吃饱饱哟哦，啊新衣呢也要穿好好哦，穿温暖哦。好了，那大家除夕快乐啦，最后为大家播上很多的新年歌曲，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兔年行大运。
紧握脚好运，财源滚滚来，做生意他一本万利，买彩券他得心应手，万事都东成西就，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大家都迎接财神到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财神到我家大门口，迎财神，接财神，把财神接到我家里头，从今我叫好运，财源滚滚来，悬灯彩，炮竹响连天，七个隆咚锵咚锵，炮竹响连天，小妹过年好欢喜，换上新鞋穿新衣，从头到脚打扮好，上街去拜年，七个隆咚锵咚锵，上街去拜年，相逢何必曾相见，萍水相逢好姻缘，一见钟情两相约，一起去。